各位同学，请看四圣地品。南方最圣世界，苦圣地第六句啊，看起。鹤鸣昭颖月，这也是苦圣地的别名。这个名称确实让我们感到惊讶，六道众生由于迷惑颠倒，烦恼习气很重啊，有意无意在言语举止当中起现行，许许多多地方确确实实是言者无意，作者无意，可是见闻之人呢有心，造成了误会啊，有误会招引冤业，几乎是每一个众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很难避免啊。纵然是大圣如诸佛如来啊，化身大士应化在这个世间，也不能避免啊。佛菩萨的心多清净，啊，多么真诚，绝不夹杂丝毫恶意，啊，但是世间人心目当中看诸佛如来，看诸大菩萨常常有批评啊，误会多多啊，佛菩萨真是善意待人啊，他在那打问号啊，为什么有善意世间哪有真正善意的人，必定有企图，这时候怎么办呢啊，所谓是好心啊得不到好报啊啊，难怪小乘圣者常常退心啊，你要问他为什么退心，不愿意遭受人家冤枉自己啊，啊，这大乘菩萨了不起
啊，你怎么样批评他？你怎么样冤枉他？甚至于你陷害他，他不在意啊，啊，他还是生生世世的照顾你，帮助你，直到你真的醒悟了，回头了。如果不是真正觉悟，彻底觉悟，一般人做不到啊。事法里头，不但现世你没有见到这种人，历史上也不容易找到，找到那么一个两个，人家还批评他愚痴。啊，他没有智慧，啊，还要糟蹋人，还要批评人。这些事实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啊，此界他方啊，最深世界不是娑婆世界，他方世界，此界他方，烦恼习气大致上都差不多。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个世界不好，我们到他方诸佛刹土啊。现在我们看看娑婆世界周边东南西北上下啊，这个十方世界跟咱们娑婆世界差不多啊。啊，确实也有纯净的世界，世界成就行里面我们读过啊，有纯净的纯善的啊，但是不多啊。那些是化身菩萨的宝土，啊，不杂九法界，啊，所以那是纯净。我们自己得想想，无明未破啊，见思尘沙没断呐、啊。纵然到他方世界，也没有办法离开三苦八苦。没法子厉害，在这个经里面，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状况了。啊，知道事实状况，又晓得眼前有何路可走。这个缘分不能不珍惜啊。啊，这个缘分太重要了。
啊，那么我们知道赵隐月觉悟了的人，应当尽一切可能去避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要谨慎呐，要用智慧，绝不能用烦恼习气啊！用烦恼习气，就决定不能避免招引啊，跟一切人无结怨，是你自己招引的啊，不是这个冤家对头来找你的啊，你不招引他，他不会来惹你啊，你招引的我们冷静细心思维观察，当我们没有遇到佛法之前，是不是常常犯学佛之后前面十年还是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啊？大概你有个十年二十年的功夫啊，学佛有一点心得了，这一桩事情呢逐渐可以减少啊，依旧不能避免了啊，真的是减少了啊，这就很有进步了，愿意减少，菩提道上障碍就少了要往生对于过去现前冤亲债主，你要怎样去安抚他们？啊，他们不至于来障碍你念佛往生，这比什么都重要。你要没有方法安抚他啊，这个方法里头最重要的，自己认真努力积功累德，将这个功德呢回向给他们呐。特别要跟他们约定，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在那边修学有成就了，我一定很快回来帮助你们
让我过去现前一切冤亲债主同生极乐国啊，这种安抚约定他们一定欢喜接受啊，不但不障碍了，还来做你的护法。为什么呢？我们的利益是共同的，这里面不能有虚情假意，不能有自私自利啊！如果你有自私自利，你有虚情假意，你的话是假的，你的话将来不能兑现啊！这些冤亲债主，他不会饶过你啊！所以诚意也非常重要，诚则灵了这个灵就跟着这一切灵呢感通了我们要把冤结化解化冤为亲呐，化敌为友啊！菩萨成佛之后，永远在法界虚空界里面普度众生。不论是有缘无缘，普度啊！无缘，给他下佛种子有缘，接引他往生。我们选定。净土法门往后生生世世无量劫又无量劫了还是这个法门决定没有改变了为什么在无量法门当中这个法门真正是一行道只要具足信愿行这三个条件没有一个不成就的第七个名字或名能七度这个世界能七度这样的不善业习在现代社会几乎是很普遍了而且得到社会大众的赞美
啊，这个人了不起，啊，他能欺负人。啊，他能够夺取别人的权威、财富、利益，啊，这人能干呐。不顾后果，啊，他只看到眼前呢，他不知道有后果。读心贤书的人，明了事实真相的人，敢不敢欺负人？敢不敢夺取别人的财富？啊，别人的权威？不敢。啊，为什么呢？起心动念呢，一言一笑，一举一动啊，都有报应在里头啊。这个事情绝对不是有什么神明在做主宰，不是的，业力、业报。只要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业报，业报通三世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侥幸逃避业报的，没有啊，可以说此界他方，过去现在未来一个例子都找不到，没有一个人能逃出业报的范围。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啊，造作恶业的，有意无意欺负人，夺取霸占。实在说，这也不是偶然的，与前世的业习有密切的关联。这一世、来世、后世，必受恶报啊！啊，这些恶报，或者是你疾病，你受病苦的折磨，啊，或者是精神上的打击，或者上是事业上的挫折。总而言之，你的生活不如意呀，啊，你的苦难重重啊，你没有法子避免，啊，有
人为的，别人加害于你，啊，那冤冤相报，啊，有我们现在所谓的是自然灾害，业报啊。你要是真的看清楚了，啊，这个事件是什么呢？就是业报在循环，业报在相续，把戏扯穿了，你就不想再玩这个游戏了。这个游戏不好玩啊，出力的心呢就有了啊，念念呢都有出力的心啊，念念呢有帮助自己家亲眷属，对自己亲爱的人，对自己有恩德的人，啊，总是念念不忘啊，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处理，啊，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啊，纵然也有修学。可是程度还不到啊，还没有把事实看透看清楚，因此在修学过程当中他还有疑惑啊，还是不免犯错，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但是他自己不知不觉啊，啊，不知道他自己犯错啊，他认为他自己是正常的。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啊！回头想想，前若干年，那我们自己不也是如此吗？啊，今天能有看破的能力，啊，是几十年真的在不断学习啊，从学习当中啊得到的进步啊。常识熏修重要，唯有常识熏修啊，才能够豁然大悟熏修的力量不可思议。哪一尊佛陀，哪一尊菩萨不是长劫熏修成就的？没有例外呀！啊，上根立志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熏成的，不是天然的啊，所以上中下三根什么个道理我们都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过去熏习的时间长，上根啊，熏习的时间短一点，中根啊，更短一点，下根，你这么回事情吗？
习气跟身教恰好是个对比啊，不受圣贤人教诲的熏习，一定就是受世间烦恼习气的熏染啊，肯定的。一切众生，这两种熏习都有啊，这是我们肯定的啊，只是熏习时间长短啊，熏习力量啊有厚薄不相同啊，上中下三根是从这里来的，我们现在即使是在下下根不要紧啊，长时间的熏习把下根呢提到中根，中根就熏成上根，上根就熏成上上根，决定不可以离开圣教熏陶啊！第八句啊，何名南宫寺啊？啊，我想这个名词，我们大家读了啊，都会深有所感。啊，确实很难共识，特别是在现前这个时代。啊，为什么呢？大家不讲原则了。啊，在古时候还好，社会上普遍尊重圣人，接受圣人的教诲，早年李老师跟我们说，民国初年中国虽然落后，但是还有局部的成品啊，在哪里？小城市乡下，不是交通要害，也不是兵家必争之地啊，生活在这个地方人很幸福啊。啊，那个时候没有传媒，某个地方发生了事情，如果是距离50里以上，50里中国里 啊就是现在的25公里、30里这样的一个距离，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概总得要7-8天甚至10天才知道，哦，那边有个人过来了啊，跟你讲那里出了什么事情，没有报纸，没有资讯啊，远一点，隔个200-300里发生的事情，总得要1-2个月才知道。知道这个事情早过去了，很久就过去了。
那么这些地区居民免不了有争执啊，啊，有不平啊，吵吵闹闹的，怎么办？也没有法官，也没有警察，啊，找什么人来调停呢？三家村里面的秀才啊，啊，教私塾的这些老师，哦，他来给你评评理，啊，给你讲一点道理。孔老夫子怎么说？孟夫子怎么说？大家一听呢，就评了，有效啊，很有效果啊，马上就把事情摆平了。为什么呢？大家都尊重啊，孔老夫子，尊重孟夫子，啊，说是孔夫子所说的，那还有什么话说呢？从前的社会，现在不行了，现在把孔老夫子搬出来不服。把释迦牟尼佛搬出来也没效果了，这问题严重了。啊，最后的结果，经论上常讲的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仇恨愈结愈深啊，深仇大恨，多少事都不能够化解，你这个事情多难。啊，我们在《安史全书》里面读到，啊，文昌帝君胤祉文，啊，文昌帝君开头自己曾经说过，他在过去生中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读书啊，做官了，在这个期间当中，当然也做了不少好事，但是也借了不少冤仇，啊，冤冤相报，一世比一世残酷，啊，最后遇到佛法。这才知道自己想错了，做错了，回头是岸呐，把多生多劫的这个怨恨呐舍弃掉了，啊，所以与一切众生共事不容易啊！现在这个社会尤其艰难啊！从什么地方能看见呢？最明显的例子，家庭啊，夫妻不和，这南宫寺最明显的例子，
啊，离婚，没有儿女，这个罪业还轻一点，要有了儿女，罪业重吧。啊，你怎么对得起儿女？你跟儿女又结了冤业。啊，这个冤业不是没有事啊。来生后世，你自己必定要受这个果报。这一桩事情在现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动乱的根源。谋求解决的人很多啊，多少善行人士，学术界、科学界、宗教界、知识人人，都在那里思维，在那里研究，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提出来的这些方案。但是我们细心观察，没有法子落实啊！啊，就像上个月，我在曼谷参加这个联合国的和平会议。说话的人很多，能不能落实和平呢？大有问题啊！啊，为什么不能落实和平呢？根本的一个因素，不能放弃自己的利益。这个事情就难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总是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啊，然后再谈别人的利益，别人能接受吗？啊，人人都把自己利益放在第一，哪有不冲突的道理？冲突不能化解，和平就不能落实。啊，真正要想解决，那你就得要把自己利益放弃，把别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谁也不愿意把自己利益放弃啊。啊，依然是拼命在争取利益，
这是让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很痛心的一桩事情。知道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绝对不是一桩容易事。这个事情要能做出成绩出来，必须这个世间真正有一部分人觉悟了。这一部分人是多少呢？宋朝和尚之的话，一百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就起作用。这个比例不能再少了。现在世界上人口有70亿，1%，至少要有7000万人呐。到哪里去找？找不到啊！那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教啊！中国古人说得好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你要教啊！你要办教育啊，要教啊。你要不教，永远没有觉悟的人。那么今天难是真难，为什么呢？教育的基础崩溃了，大家迷信科学，否定了神圣的教诲，否定了宗教教学，把宗教看作迷信，把宗教看作消极，不知道宗教是最好的真善美慧的社会教育。你们想想，哪一个宗教不是教人做好人呢？每一个宗教的教义都是教人断恶修善。都是教人远离罪恶，提
提升自己的灵性，啊，不重视物质生活，啊，注重在精神生活、灵性的生活。他的目的确确实实能够达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教导大家能够认知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啊，这我在讲讲习常讲啊，这三个关系处好了，你这一生呢，幸福美满，自在快乐。啊，这个是宗教教育的果德了，就现前了。啊，那么现在的教育全世界一昧只发展科学技术、工商经贸，啊，人文的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忘得干干净净，啊，科技是日新月异，啊，工商贸易是很发达，人与人当中只有利害，有利的是朋友，不利的是敌人，这还得了吗？利，共利不能长久啊！啊，今年我们有共同利益，明年就没有了。所以，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敌人。你说这个人间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在斗争，天天在战争。身心永无宁日啊，苦啊，太苦了。啊，精神不安，身体多病啊，啊，我听说肯定也是事实啊，许许多多人在社会上每一天晚上不能立安眠药，立安眠药不能睡觉，你说这个多痛苦。无论是哪一个行业，现在大家有个错误观念是一定要竞争啊，你要不竞争你就活不下去，这个观念是个错误观念啊，误导众生啊，害死人啊。啊，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了凡四训》里面讲得清楚。啊，这个
美国人的这个凯西这本书里头也讲得清楚啊，这是外国的，你命里头有啊，命里有的丢都丢不掉，命里没有的增也增不来，这个竞争岂不是误导了众生吗？命里有的哪里要竞争呢？啊，想尽方法争，争到手的还是你命里有的，你说冤不冤枉？人不能没有智慧啊，不能不明了事实真相啊！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竞争放下了，心安理得了，啊，你才能够清净、幸福的生活，啊，不再给人斗争。现在时间到了。